是这么想哈，因为这个书啊发下去以后啊，大概三个月以后，嗯，因为大家都写着看一看，吸收一下，有一些回馈啊，有些问题什么的，有些问题的提出，对，哪些东西没有看懂，或者是你只看懂了一半啊，那么在那个时候我就回来，我们大家做一个研讨，嗯，就是针对现在是二月。